家来到金月烤鸭南京路店，来参加小宝贝儿的生日宴会。在此呢，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及热烈的欢迎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各位。我呢是本场宴会主持人小田，美好的祝愿从自我介绍开始，希望大家从认识我的这一刻起，每一秒欢天喜地，每一分充满活力，每一月心想事成，每一年万事如意，好不好？好，人们常说祝福加祝福等于无数个祝福，祝福乘以祝福等于无限个祝福。那么在这个充满祝福的时刻里，我谨代表今夜烤鸭全体员工祝小宝贝儿健康成长，身体好，有事爸妈掌中宝，在学校里各种奖状少不了，品德学习都不差，将来一定考北大，好不好？好，同时呢也祝在座的各位是吃不愁穿不愁，不住平房住高楼，事业如龙长江水，生活如同锦上花，大财小财天天进，一顺百顺发发发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签蛋糕仪式哈。
就说明月几只月，要谁数落现的月，一说说双月，这样子做一回好爷，慢了吧？哦，这个。我在世间，我一如故，我一世间。好好是路，我在世间，我一如故，我一世间。妈，懂了吧？脚都疼，你知道吗？大给你了，过去了。